在问我，要第一个名字开始问。你可以不要看那个东西，你看那个只是，我觉得你只是在抄那个想法而已。你到底有没有搞懂的？我都搞不清楚。怎么写？你刚刚是在看纸，我叫你不要看纸，之后你就变成跑去看你昨天写的。你的脑袋里面有没有一个想法？你要怎么去写它？看再久你都不会有想法，你就把它盖起来，重新拿一张纸，重新拿一支笔，一步一步去记录你觉得第一步要干什么，你觉得第二步要干什么，你觉得第三步要干什么，重新画一个图出来。